这里是哪里啊？开封府，有请包大人。喂！年轻人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吗？不知道。 凶你个西门庆啊！啊，你敢做不敢当啊！仗着你有张奶油脸，你就横刀夺爱，你可知道夺人妻女乃是江湖上最令人不齿之事？爷爷，克制。是夺人妻，我哪有夺人妻啊？明明就看见你在学校里面跟女生打情骂俏，还敢说没有？哦，你说可儿啊，拜托，她又没嫁人。他承认了。 用铁砂掌把你给打碎！安静。是，年轻人，我看你长相不错，要交别的女生一点都不难。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准跟可儿见面。我为什么不能跟可儿见面？她是我女朋友。哎，可恶！王朝门，要大刑伺候。是。 喂，你们要干嘛？不要乱来！看你以后敢不敢再纠缠可儿？我不会答应你们的，我喜欢可儿，我不会放弃。大人，怎么办？他不肯招啊！是你逼我们的，二姐，是，赶快使出你的必杀绝招，开，快！ <笑>怕了吧！<笑>这乃是江湖上失传百年的魔音神功啊！到目前为止没人受得了，你就快招吧你呀、啊！<笑>年轻人，只要你愿意放弃可儿，我们就放过你；不然你整首歌听完，你恐怕全身经脉全断，暴毙身亡。休想！我爱可儿，我爱她。你们在干嘛？ 很痛，轻一点啦。对不起哦，我家的人以为可儿劈腿，所以才会这么疯狂对你。没关系啊，我不会计较的。谢谢啊。不好意思哦，你压到我围巾了。哦，送给我小阿姨的。 真不懂哎，他都要结婚了，你还在瞎忙什么？可以把它当成结婚礼物啊，至少希望他维持这条围巾的时候能够想起我。是啊，能相亲的东西可多了。就是上次我要告诉你的那件事情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发现我小阿姨的作品男主角越来越像你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但是我始终发觉他画的人就是你。 可能他心里面想的人、喜欢的人都是你吧，但是我也不知道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上次我所谓的证据，其实就在他所画的漫画里。你仔细看，他以前所画的男主角长相都神似庄仁赫老师。 但是最近，他所画的人却越来越像。我想，这应该表示他已经喜欢上了。田雄，你干嘛乱放我东西啊？我要听到你有最贱的不最好的事情，但我要告诉你，我要跟你结婚。
上次你放我鸽子，今天可有空吧？没空。哎，杨英姐，你别这么拒绝人嘛。上次我们明明谈得很开心，难道你不想更开心吗？想，我还想啊。干脆，我们在这里开心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警告你哦，你再敢对我毛手毛脚，小心我把你变成风雨辣椒。找我说不在。请问雅英小姐？她不在。哦，那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没交代。好，请你帮我转告她，我很抱歉说了不应该说的话，不过要说也没机会了。因为我要离开台湾，这三五年都不会回来，请妈把这个袋子转交给他。喏，你的主任要我交给你。这双鞋就跟我一样，虽然丑，但是可以保护你不受伤。杨一姐，杨一姐，我只想做你的公主，拥有那平凡的幸福。雅英，你刚刚说要离开台湾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工作都没了，心爱的人也不理我了，我还留着有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亏你还是当老师的，受到一点小挫折就打退堂鼓了。好啊，既然要走，你就走干脆一点啊！干嘛还跟我求婚啊？你耍我啊？没有啊，我是真心真意跟你求婚的。我想，我们结婚以后，你陪我到英国继续深造。可是我话还没讲完，人就跑掉了。我没有心理准备嘛，而且那时候我是带着一个挑衅寻仇的心，怎么知道会遇到你这边来求婚啊？那你现在知道了，你还愿意答应我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能给我这么模棱两可的答案啊！你肯就是肯，不肯就是不肯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喽。谁说我答应了？那，哎呦，我怎么结婚嘛？我又不会煮菜，连扫个地都会把扫把弄坏。没关系，我会，我来。可是我脾气不好，睡姿不佳，酒品又很差，而且经常忘了就会站着尿尿。这些我都不在乎。还有吗？我不能生小孩啊。这就更没有关系了，我们可以认养啊。雅英，当所有理由都已经不成为理由的时候，你愿意放心的嫁给我吗？我只想做你的公主，拥有那平凡的幸福。老师不否认吗？就算我的男主角的确有点像你，那又怎么样？那就表示老师想着我啊，就像老师以前会想庄仁赫一样，老师总是不自觉在笔下透露出自己的心思。够了，我的心思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你离开这里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
师。你还不走是不是？不要逼我说出更伤害你的话来。老师放心，我会走的。只是，这是我赶了好几个晚上做出来的，希望老师收下。请老师不要连这点小心意都拒绝，因为这是我最做的最后一件事。这件不错哎，你觉得呢？随便。哎，到底是谁要结婚呢？可不可以说你积极一点啊？你不是也答应了胖主任了吗？是啊，等一下，谢谢。我们早就已经说好了，等他在英国啊安顿好回来接我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就进入礼堂哦。不要叫他胖主任，胖主任的好不好？他不过才90几公斤而已，怎么会胖？而且啊，告诉你哦，男人就是肉肉的才可爱嘛，对不对？嗯，爱情真是让人盲目啊。嗯，是你白目吧？说真的，你不怕他到了英国之后认识其他的金发辣妹啊？这一点你放心，我在他身上呢装了一套自动引爆系统，只要他敢随便乱看辣妹。或者是心有邪念，这套系统就会轰的一声自动引爆，厉害吧？电话。喂 ，Honey， 你怎么会这么晚打电话来啊？现在不是英国的半夜吗？真的还假的？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对不起啊，宝贝。哦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。好，那你赶快睡啊。拜拜。怎么了？大爆炸。他说他因为太想我，所以就自动引爆了啦。所以他说他以后不敢想我了啦。是不是自作孽不可活？泰迪熊，你太冲动了啦！就是说嘛，他们还没结婚啊，凡事好商量，不见得没有希望嘛。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不过我真的下定决心了。值得吗？你会追不到我小阿姨就想休学，因为她会因此而感动啊？我不是为了让她感动才这么做的。坦白说，这个念头在我心里很久了。我很想看看靠自己的力量能做到什么程度。你们不用再白费力气劝我。铁熊。啊！你们看，福南老师怎么从天而降啊？没有啊，我小阿姨在哪？原来是佛祖降临。可你怎么？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手段嘛。永俊，铁熊就交给你咯，现在要去找富南老师，请他过来劝劝铁熊哈。哦，好。亲爱的，为了防止铁熊醒来以后会想尽办法脱逃，我建议必要的时候可以再补上一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会的。我靠！他一掌就把人家劈昏，还要我再补出来一脚，可什么时候变那么心狠手辣的？当然是因为你啊！身为你的女朋友，不是被他妹围殴，就是被黑社会绑架。我担心啊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就娇弱的身体没办法陪你演完这出戏的啦。
我又想到一个防止主任偷腥外遇的绝妙好方法。什么？你这样子啊，你迟早会把主任搞死。不会啦，你听我讲哦。其实呢，这个方法一点都不会太危险，而且很简单，就是运用现在的高科技啊。我现在打算在他的住家、学校、研究所啊，还有车上全部都装上视讯设备，怎么样？干嘛那么麻烦呢？你搞一只3G手机给他就好了。对哦，我怎么完全没有想到？这个方法不错哦，这样他就能随时随地的看着我、想念我、却摸不到我，然后会因此更加迷恋我。不错不错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赶回去。谁打给你啊？怎么看起来脸色好像很凝重哎？是可儿，她说有关铁雄的事，一定要当面跟我讲。我只想做你的公主，拥有那平凡的幸福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不过就是暗恋不成被甩嘛，这种事谁没碰过呢？要是都跟他一样，遇到就要休学的话，我看啊，连小学都念不完了。铁兄，他是真的很喜欢傅南老师，他是伤心过头了才来这样做的。老师，现在只有你劝得了铁熊了，可不可以麻烦你？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傅南的意思是说啊，如果这个时候呢再去见小熊熊的话，怕反而会更刺激他啊。哎，毕竟呢，天要下雨，老师要嫁人这种事呢是勉强不了的。再说，老师要是不嫁人，那哪来的师公呢？湿冷了点哦，你们穿外套也对了。请你回去转告他，如果他觉得自己真的已经长大可以做决定的话，那他应该先去说服他的父母，不然也只是个药糖吃的小孩，以为哭闹就可以达到目的。你要出去啊？嗯，我跟仁赫约好了，晚上不用等我吃饭。老师，就算铁熊吵要糖吃的小孩，难道你就不能看在他曾经为你付出这么多的份上，劝劝他吗？别忘了，当你的正港男子汉被迫停刊的时候，他就是以这么胡闹、这么坚持的精神，才让你有起死回生的机会的耶。哎，傅南，傅南。你们就算绑得了我一时，也绑不了我一世啊！不用白费力气了，等到会劝养你的有利人士赶到，我自然会替你松绑。有利人士，你们要请傅南老师过来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没有打算让傅南老师知道这件事情。可恶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人都变成武林高手了？喂，你不要乱动，他们快到了。你放开我！放开他吧，傅南老师不会来了。因为我找不到他。找不到？怎么会呢？他是不肯过来吧？其实我早就该猜到。他的个性就是这样，也好，省得我挨骂。他才没这个闲工夫骂你呢。刚刚去求他求了好久，他说什么不肯过来，一心只想着要去找庄老师。铁熊，像这样无情无义的人，不值你这样子喜欢的。永俊，你也劝劝铁熊啊，千万不要这么傻了啦。可。
不是的，喜欢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，你会希望能够成为守护他的力量，而不是带给他困扰。我现在只感到对傅南老师很抱歉，不会去想他值不值得我喜欢。铁兄，你真的很有气概。真的吗？好，趁着被你称赞的好心情，现在就往教务处出发。铁兄，等一下。其实傅南老师有话要我转告你。他说，如果你自己可以做决定了，就应该去说服你的父母。不然，也只是个哭着要糖吃的小孩而已。所以当天我们要安排南部的亲戚住的地方，当然还有回程的车子，也要早一点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不好意思，你刚刚讲到哪里？刚刚进门就皱眉头到现在，有事啊？没有，只是赶稿赶到早上有点累而已。这样子啊？那你先闭上你眼睛，好好让你的专属按摩师按摩一下 ，OK。林富南，仁赫是这么用心的对你好，你怎么可以三心二意呢？要相信自己，将来你会发现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答应我，将来的每一天至少要按15分钟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希望能够借你的巧手，让剧情卡住的地方有所突破。卡住了？我们走。啊？去哪里啊？爬树啊。啊？我知道，这是你解决脑筋打结最好的方法。我们家这附近是有棵大树啦，但是够不够你爬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们走吧。是雅英这个大嘴婆告诉你的吧？不是雅英，是铁熊。有一天，他突然跑来找我，像交接工作似的，告诉我一些关于照顾你的事情。像肠胃不好啊，常常忘东忘西的。坦白说，他这么真心的为你付出，连我都被感动了。永俊，啊，你想铁熊爸妈知道以后会答应这件事情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不过我想铁熊会尽力说服他父母吧。可待会我们去，就算这样子，我才会更担心的。铁熊他爸妈人都好好哦，真不敢想象，像他们这么亲切慈祥的人知道以后，会多么生气难过。亲切，慈祥。年轻人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吗？不知道。凶你个西门庆啊！啊，你敢做不敢当啊！仗着你有一张奶油脸，你就横刀夺爱，你可知道夺人妻女乃是江湖上最令人不耻之事？我不觉得。你不觉得？为什么？可儿，我看这个问题还是由铁熊自己去烦恼好了。现在我们去。不行啦！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铁熊挨骂。永俊，现在我们去趟铁熊家，帮他说说话好不好？好啦。哎，永俊，你怎么还在这啊？你不是已经买票了吗？闭嘴啊！关你什么事啊？走啦。永俊，女朋友刚说你买了票，是什么票啊？没有啦，就上次你说你想去听周杰演唱会，所以我买了票啊。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，不过我看得出来你现在根本没有心情。不是的，我只是……我知道，我没有生气啊。我记得铁熊说过，喜欢一个人就是要让他开心。既然现在比较想去的是铁熊家，我又何必坚持非去听演唱会不可呢？永俊，你真的对我好好哦。
说，如果你自己可以做决定了。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，你会希望能够成为守护他的力量，而不是带给他困扰。我现在只感到对傅南老师很抱歉，不会去想他值不值得我喜欢。铁兄，你真的很有气概。真的吗？好，趁着被你称赞的好心情，现在就往教务处出发。铁兄，等一下，其实傅南老师有话要我转告你。他说，如果你自己可以做决定了，就会去说服你的父母。也只是个哭着要糖吃的小孩而已。老师说的对。我回来喽！啊，亲爱的弟，欢迎光临，终于回来了。来来来来，坐好坐好。我只想做你的公主。暂停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决定了，我都说了嘛，弟比较喜欢那些清纯型的，干嘛要找什么辣妹啊？你以为我爱啊？要不是爸说硬要塞进来，我也不会选他啊。啊？啊？这是厂商赞助的嘛？厂商赞助？哎，那我也是厂商赞助，那我也要自助性行销哦。我有皮再养药膏，还有你有胆继续看眼镜行，还有让你躺平观察，你要不要？老妈，算了啦，弟好不容易啊，愿意放弃壳跟别人交往，不要因为爸就破坏这件好事嘛。对啦，铁兄，赶快跟妈说啊。嗯。可是我要说的是什么？休学！你这个臭小子！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你想开了，想不到你跟我说你要休学。老爸，我只想学国外的学生一样，出去累积点工作经验，再回去学校读书。我不是不回去了。不要跟我讲什么国外五十三的，我们现在在台湾，在台湾没学历能做什么啊？躺卧倒垃圾洗大楼，这些初中工作哪一样又是你这个手无缚鸡之力臭小子能做的？爸，爸，爸，请息怒啦！都是因为你们太宠他了，让这个男孩子承受不了一点挫折。哼，为什么失恋就一定要再交个女朋友啊？再也不听你们的话了，我用我的老方法，吊起来打！老爸不要！你去帮老妈，我去帮老爸，两边都押宝，这样谁都不会得罪。哇，姐，你好狡猾，好适合从政哦。还不行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心中还有礼义廉耻。妈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反正哦，他已经被打习惯了。
习惯了啦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我怎么可以好好的跟你沟通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啊。小小熊，拿你最喜欢吃的焦糖布丁。谢谢妈，但是我已经长大了，你们不能再把我当成小孩子了。乖乖啊，不能因为失恋失败就想办休学，妈妈不觉得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我承认失恋是我想办休学的最大动力，但那不是唯一啊。我仔细想过了，一直以来因为你们爱我保护我。哎呀，保护你们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。我知道啊妈，可是我总不能一辈子都像住在玻璃屋里的泰迪熊吧。妈，我真的很想靠我自己的努力去闯闯看。我知道你很疼我，但你帮我说服爸爸妈。什么呢？就表演。想不到会这么做吧？什么都不笑，生气了？没有了，只是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可爱？那是因为你以前没那么喜欢。走吧。对了，可儿，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很好奇，究竟你跟铁熊那一身决意是怎么练成的？这个说起来呢，就非常神奇的了。是有一天呢，我跟铁熊去饶河街吃东西的时候，路边这个老阿伯在卖武功秘籍哦。然后铁熊他买了九阳真经，我买了九阴白骨爪，当然。我们也帮你买了一本，真的？什么武功？葵花宝典啊，你要练吗？骗你的啦，这种鬼话你也相信？笨死了！好啊，被我抓到你就死定了你。喂，我只想做你的公主，拥有那平凡的幸福。是那位叫金永俊的年轻人送你过来的。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哦，谈恋爱跟吃饭一样，饿了就吃，饱了就换。可是我们家铁熊哦，也不能跟麦当劳一样啊。伯母，你千万不要这么说。感情这种事不能勉强。哎，我知道啦。我们家铁熊哦，没有外面那位帅哥那么迷人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他有优点，他体贴，他善良，尤其那个微笑，哎呦，笑起来真的好可爱哟。这些我都知道，你都知道了哈，所以你一定要给铁妈妈一个面子。
我跟你保证啊，这位帅哥做得到哦，我们家铁雄一定都做得到。你不相信啊？你不相信？我跟你讲，我发誓，铁妈妈发誓，发誓。伯母，你误会了。其实让铁雄伤心难过的人，不是我。啊？坦白说，要不是他先喜欢上别人的话，说不定我不会跟永俊在一起的。喜欢别人？那除了你，我没有见过别的女生啊。有。那个人你也认识，就是林富南老师。好了，没想到我们富南姐姐也能够如此美丽大方、闪闪动人哦，好漂亮哦！你看，啊，怎么样？不比专业彩妆师差吧？哎，订婚那天就交给我吧。我觉得不太舒服哎，眼睛好痒哦。怎么啦？我看。好痒哦。怎么可能？哎，我用化妆品可都是最好最贵的，花这种钱我从来不手软的。哎，好像真的过敏嘞。啊，不行，太痒了，我要先去洗掉。哎，真奇怪，我用就没事，你用就有事哦。爱情就跟化妆品一样，不适合自己的再好也没有用。难道爱情就跟化妆品一样，不适合自己的再好也没有用？把烟放下！你们在干嘛？这吓死我！对，为了不害死老师，老师一定要把香烟给戒。香烟里含有大量的尼古丁、焦油、氰酸钾等有害人体的物质，再抽下去，你的咳嗽是不会好的。我会走，只是我赶了好几个晚上做出来的，希望老师收下。我怎么忘了，这条围巾也被我藏在这里，又哪里可以藏的呢？这个房子怎么到处都有他的回忆啊？来这里干嘛？见了面又说什么呢？都怪我自己把话说得太死了。林老师，啊，铁妈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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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找我们家铁雄哦。我有什么事情哦，进来屋子里面再说啦。铁雄不在家，不会有人知道。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啊，谢谢。听说你要订婚了。嗯，哎呀，恭喜恭喜。听说对象不错，是体育老师哦。对了，学体育很好啦，身体比较健康，身体一健康哦，就万事 OK。铁兄他这，铁妈你先说好了。哎呦。他哦还是那么的坚持啊，然后跟我们说一大堆的大道理啦。虽然他爸爸还没有答应哦，但是没有之前听到那么的生气啦。不如来跟他谈谈好了。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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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老师啊，你这趟来我已经很感激了，怎么可以再麻烦你呢？哎呀，你为我这个傻儿子啊，我想你已经伤透脑筋了吧？
这小孩真是不自量力，怎么可以说出喜欢你这个话呢？哎，不过还是要谢谢老师啦，还好你要结婚了，不然哦，不知道又要闹出什么事情来了。那个往上摆一点，往上一点，对，这样可以吗？再往下一点，下一点，嗯，还是往左一点好了。往左，往左，对，左边，左边，太左了啦，再回来一点点，右边，对，对对对，再右边一点，转一点，转一点，那个洗手台，下来，我来贴好了。好，可以。你干嘛？学校同事跟我说。铁雄要休学了，是吗？希望他不是因为你要结婚的缘故才这么做啊！小心点，没关系，一下就好了。没想到你这么在乎他，恭喜老师，希望你和庄老师从明天开始。天天幸福。该回去了。是啊，我应该回去上班。保重。你也是。只想做你的公主。